PTT 上的高雄人会投韩国瑜吗？结果让人大吃一惊。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中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不按牌理出牌的选战打法，让蓝绿的民调如今差距仅 2.6%， 韩也愈来愈受年轻人喜爱。有网民就在 PTT 贴文问，这里的高雄人会投韩国瑜吗？令人吃惊的是，大家答案居然一面倒，大半都愿投给韩国瑜。为何要投给韩国瑜？乡民们说，我会投韩，至少有的笑。我会投韩，至少有的笑。正一 KMT 逼出一个柯文哲， DPP 打出一个韩国瑜，可以，好吧，我还是出门投韩国瑜一票好了，至少有个改变。投韩，改革的希望；投 DPP， 维持现状。投韩就跟美国人投川普一样，看你要传统政客还是一个狂人。川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，我觉得挺好。我也希望高雄回到世界第三港口吞吐量的辉煌。投绿就继续现在这样，投韩就是你期待住有什么化学变化。也有人说，投韩国瑜就是为了要给民进党一个教训，就这么简单。投韩吧，就算陈赢，也让 DPP 难看一点。高雄 DPP 只要低于75万票，他们就会痛了。有乡民则赞同韩国瑜所提赌场构想，全民都在买运彩了。开赌场有什么问题？运彩就是赌博啊。我高雄人支持赌场的，而且 7.77 票真说赌，忘记运彩窝。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中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不按牌理出牌的选战打法，让蓝绿的民调如今差距仅 2.6%。韩也愈来愈受年轻人喜爱，有网民就在 PTT 贴文问，这里的高雄人会投韩国瑜吗？令人吃惊的是，大家答案居然一面倒，大半都愿投给韩国瑜。为何要投给韩国瑜？乡民们说，我会投韩，至少有的笑。我会投韩，至少有的笑。正一，KMT 逼出一个柯文哲， DPP 打出一个韩国瑜，可以，好吧，我还是出门投韩国瑜一票好了，至少有个改变。投韩，改革的希望；投 DPP， 维持现状。投韩就跟美国人投川普一样，看你要传统政客还是一个狂人。川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，我觉得挺好。我也希望高雄回到世界第三港口吞吐量的辉煌。投绿就继续现在这样，投韩就是你期待住有什么化学变化。也有人说，投韩国瑜就是为了要给民进党一个教训，就这么简单。
头喊吧，就算陈赢也让 DPP 难看一点。高雄 DPP 只要低于75万票，他们就会痛了。有乡民则赞同韩国瑜所提赌场构想，全民都在买运彩了，开赌场有什么问题？运彩就是赌博啊！我高雄人支持赌场啊，而且7.77票真说赌，忘记运彩窝。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中。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不按牌理出牌的选战打法，让蓝绿的民调如今差距仅 2.6%。 韩也愈来愈受年轻人喜爱，有网民就在 PTT 贴文问，这里的高雄人会投韩国瑜吗？令人吃惊的是，大家答案居然一面倒，大半都愿投给韩国瑜。为何要投给韩国瑜？乡民们说，我会投韩，至少有的笑。我会投韩，至少有的笑。正一，KMTB 出一个柯文哲， DPP 打出一个韩国瑜，可以。好吧，我还是出门投韩国瑜一票好了，至少有个改变。投韩，改革的希望；投 DPP， 维持现状。投韩就跟美国人投川普一样，看你要传统政客还是一个狂人。川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，我觉得挺好，我也希望高雄回到世界第三港口吞吐量的辉煌。投绿就继续现在这样，投韩就是你期待住有什么化学变化。也有人说投韩国瑜就是为了要给民进党一个教训，就这么简单。投韩吧，就算陈赢也让 DPP 难看一点。高雄 DPP 只要低于75万票，他们就会痛了。有乡民则赞同韩国瑜所提赌场构想，全民都在买运彩了，开赌场有什么问题？运彩就是赌博啊！我高雄人支持赌场啊，而且 7.77 票真说赌，忘记运彩窝。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中。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不按牌理出牌的选战打法，让蓝绿的民调如今差距仅 2.6%。 韩也愈来愈受年轻人喜爱，有网民就在 PTT 贴文问，这里的高雄人会投韩国瑜吗？令人吃惊的是，大家答案居然一面倒，大半都愿投给韩国瑜。为何要投给韩国瑜？乡民们说，我会投韩，至少有的笑。我会投韩，至少有的笑。正一，KMTB 出一个柯文哲， DPP 打出一个韩国瑜，可以。好吧，我还是出门投韩国瑜一票好了，至少有个改变。投韩，改革的希望；投 DPP， 维持现状。投韩就跟美国人投川普一样，看你要传统政客还是一个狂人。川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，
我觉得挺好，我也希望高雄回到世界第三港口吞吐量的辉煌。投率就继续现在这样，投函就是你期待住有什么化学变化。也有人说投韩国瑜就是为了要给民进党一个教训，就这么简单。投韩吧，就算陈赢也让 DPP 难看一点。高雄 DPP 只要低于75万票他们就会痛了。有乡民则赞同韩国瑜所提赌场构想，全民都在买运彩了，开赌场有什么问题？运彩就是赌博啊！我高雄人支持赌场啊，而且 7.77 票真说赌，忘记运彩窝。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中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不按牌理出牌的选战打法，让蓝绿的民调如今差距仅 2.6%。 韩也愈来愈受年轻人喜爱，有网民就在 PTT 贴文问，这里的高雄人会投韩国瑜吗？令人吃惊的是，大家答案居然一面倒，大半都愿投给韩国瑜。为何要投给韩国瑜？乡民们说，我会投韩，至少有的笑。我会投韩，至少有的笑。正一，KMTB 出一个柯文哲， DPP 打出一个韩国瑜，可以。好吧，我还是出门投韩国瑜一票好了，至少有个改变。投韩，改革的希望。投 DPP， 维持现状。投韩就跟美国人投川普一样，看你要传统政客，还是一个狂人。川普的竞选口号，让美国再次伟大。我觉得挺好，我也希望高雄回到世界第三港口吞吐量的辉煌。